正宅萌兽们倾情演绎2021过年的你 ，Ready？ 啊呜！回家过年第一天的你，打工一年多，每天做咸鱼的我，终于熬到过春节，开心一共三次多。到家第一天，爸妈热烈欢迎我，假期真不错。回家过年第 N 天的你，想出门的我，被我妈揪住耳朵，想要在家怕被窝，强行干活逃不过。疫情还没过，居家隔离不啰嗦，全家不寂寞。就地过年第一天的你，响应了号召，今年春节不回家，春运流动人口多，疫情严重你懂的。想爸妈的我，却只有手机陪我，突然好失落。就地过年第 N 天的你，还好我洒脱，本质就是个吃货，囤了一堆好吃的，体重胖了3斤多。爸妈别担心，我自己也好好的，过年真快乐。正宅萌兽们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牛气冲天一整年。